你妈一看熊猫不看你，你也看，你也看，我给你放。你看，这有一只，扔进去。不要。看见了吗？咦，还有啊？看见了吗？看见了吗？两个。不要，不要。走走走走。屋里看，屋里有吗？不知道什么。 叫月月叫亮亮，呵呵，看这个娘娘。
那个猫是猫也出来了，哎，我们俩分开了嘛，啊，那事儿给分开了呢，哎呦，再往后头望，我觉得你聪明，你看这聪明人啊。 我说喊了你好几声，你没过来呀？我说是，我这个叫的猴子，它就不出来了。过来，敲门要吃的了。哎，可聪明了，你看看啊，爷，自己去。在白吃饭呢？哇，大媳妇这是干嘛呢？ 开门，你看，你看不开。给他了吗？叫门儿。给他了，叫门儿。是是是，给他了，哎。熊猫，你穿那个黑马甲。这个是什么？胡萝卜，这是胡萝卜。不像是胡萝卜呢。 有点发白呢，怎么？要不有胡子，它就真的。能不能上那边去？上馆里看看。看跟这边转几下。哦，弄出来了那个笋。嗯，上是笋。我给你照，他照着。上馆里看一下。啊，行。 上那边照照那个熊猫，那边正好是春光，这边有点逆光，哎，那边，走，咱上那边去。上那边，走。走。 它有这么慢了。